So every time will take maybe just, you know, 40 minutes. Yeah, sometimes 45 minutes. 三号船闸，那这个三号船闸呢，这个只能够容纳一条船在左边的。 啊，他们这个自从这个1989年以后，这个葛洲坝就新建了，在这个地方的20 meters higher。 西陵峡东段的这个风光啊，谢谢。
对，市区那一块360，对对对，但说实话。所以这个我们在闸里头停留的时间